刷到过这种视频的。哎，这小鹿，你看，羊，我发现鹿就不行。哇，这几个鹿的那个鹿角真的好大，来，来。刚看到一个，然后两个鹿卡在一起，在那个河里，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人把它分开来，费老大劲。你看这个口水的躺着，它在里面的咀嚼。这子里面还真不少，鹿和哎，现在这边的鹿群，羊群在那边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让我摸摸。它这大鹿角能活死。